国泰君安就是在香港集资的，那么集资的上市的是香港这一部分，那么香港这一部分的业务就是专门以网上平台呢来提供内地的同胞这个港股的买卖，他在这方面这个成交量非常的大，据消息所得的，他是第一组的这个成交额，主要了，因为就是内地的客户多，因为国泰君安呢在内地也是一个很大的这个证券公司，那么所以呢，这个国泰君安呢在港股来讲呢上市的应该是相当有利，因为他直接竞争的只有就是这个世银外国跟中国银行，它并不是跟其他的香港证券公司的竞争这个香港的户口啊，所以呢我就推荐呢投资者呢就是申请买这个国泰君安了。